你知道，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个局势变化的很快。其实就在昨天而已，昨天之前，我们的项链还是所有里面最多的。结果噼里啪啦一整天下来，我们只剩下两条，现在是最少的。所以，即便我们的友谊那么深厚，可是我必须想这首歌，我必须拿下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说唱歌手，一辈子可以有一次跟 MC Hardo 对决的机会，是一个很大的荣幸。我来这里我就想，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跟狗哥来 battle 一下，不管输赢，这一辈子我值了。听两位石头剪刀布决定先唱后唱的顺序，一二三，郑宇先生。好，第二轮的第一个舞台交给盛宇。下面我这首歌代表我的城市，这一场一定要演好它。Hey listen， 要把故乡镀成金，我说。要把你的故乡镀成金，我说。这首歌是在我新专辑里面街头篇的一首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来自的地方，你对胜利杨丽的那片地方会爱得很深沉。一位合格的 MC 永远不会忘记他来自哪里。大场面哦！Damn, Sean, come back, come back, brotherhood forever. It's Dance City.我的手钱不能收工，一直砸锁皮里把你这里强大你自己，传播我的世界到下个世纪，要把故乡都成金，我说一帮朝鲜子的梦他们就这么成真了，见过各种能成的，如今没几个还撑着，十八岁就火了，你还没开启人生呢，想要超过我的人他还没出生的，拿好你的样摆破了 Burning Empire， 总部这股凝聚力丧失期待，我知道异性难道，但我也得异性还枪，海盗船长回到湘江，狠货对门船唱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黄的河道长的江，管你哪的几人组合都没我们三个强，一组好戏三个场，再给弟弟站个墙，一百胖起大王再回弹药库里换个场。 Let me see， 哎，三十九一把手，我往看你有多优秀，别说三十九一把手，我的手钱不能收购，一直砸锁死你，强大你自己，传播我的世界到下个世纪，要把故乡都成金，我说故乡不成金，咱们西餐日料最爱还是香菜，戒了碳水少了快乐造成伤害，别让车贷房贷穷问你的障碍，保持战斗战斗战斗状态，爱心有比一迈赫野心陪我扎马步，不可能就此打住，每当我新歌发布，下车每条大马路，关掉你的路啊路，妈妈常叮嘱我要做个长青树，我从东方明珠闪耀的黄心路，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热血好吗，手举过头顶，要想干脆有两个干脸不听 C bro， 国力无限不准军，国力无限不准军，一直在说 City，强大你自己，大声点我听不见，传播我的世纪到下个世纪，要把故乡都成金，我说故乡不成军，有群野草野草野草，他们站在每条街道街角学校，尽管他们全都出身单薄渺小，当一上场就会心比天都要高，不管是抽筋还是会憋叫，都要你别吵别闹，我们一喊高就硬是要高，这个场子我刻得的要比你早，骄傲的野草呀，从不睡懒觉，哎，每天起很早，哎，很少会感冒，跳得高就不怕跌倒，爬起来就练出绝招，自我感觉非常上道， 3 2 1 let's go， 把你晃到把你晃到，
我的手累，这个桥会成为最佳进球，看出不要收费。我觉得宇哥的舞台很炸很燃，我在下面都蹦起来了，我高跟鞋都要蹦断了。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能看到他背后的整座城市，就那个重量。最近我感觉他的状态非常好，非常回来的一场，这就是我认识的地下也就是这个样子，插住了 CSC 的旗帜 ，respect。我的骄傲，我觉得，当然大师兄回来了，大师兄回来了，全部都回来了。感谢声宇带来这首《故乡不成军》。帅惨了！可以可以，可以完全可以，这场太炸了！太牛了！太牛了！我觉得声宇这首歌很精彩，就是编曲方面个个都很澎湃。声宇是个非常擅长去跟观众互动的人，我觉得互动感非常非常强。到目前为止，三组全都拿出生命的感觉在唱，队长都拿出了杀手锏。对，那我们期待狗哥的演出吧。顾秀，对于您刚刚自己的舞台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把帅翻了给我在弹幕上面打起来，所有人。期待您在巅峰对决的舞台上可以留下更多精彩的画面。也绝对的，看我怎么 carry 全场，放开玩就现在 ，Why not？又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大家小聊一下。你知道，就是我觉得 hip hop 它是一个非常包容、非常丰富、非常自由的一种音乐。我们需要娱乐的声音，我们也需要真实的声音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话、有一些歌、有一些真实的声音，总要有人唱出来。那我希望我这首歌呢，可以在每一个人心中埋下一颗种子，就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我不晓得，可是我希望会有这一天。我带来我这首歌叫做《当艺术家》。
周公，周公。感谢感谢狗哥带来的脏艺术家。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，就都哭成一团了。看完之后我人有点麻，我整个人就是热泪盈眶。到狗哥可能在台上最后的那一刻，可能就一下子可能就绷不住了，对，然后我就选择把身子背过去。然后背过去的时候，看到 Kaper 已经在那边发抖了，已经。我整个人就感觉被抽空了。我觉得就是一颗在跳动的人心，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他真的去散发能量的时候，是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的。那个伴奏一响，狗哥一张嘴，我觉得哦，这就是我最开始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。他很鼓舞到我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感动。舞台上的老师们在那之后。五颜六色的墨用力的打在狗哥身上，那一刻我是真的有点绷不住。撕下那个表演者们油彩背后的那幅自己的肖像的时候，就注定了他会被载入史册，而且永远是在中文说唱歌手里的第一页。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在综艺节目上面哭，从我最开始接触到 hiphop 就听他的歌，到现在。感觉这一首歌好像浓缩了他所有的经历，所以他对我的那种触动是我没办法去控制自己情绪的。狗哥那个太棒了，今天对我们视觉的冲击、心灵的震撼是太大了。MC 哈豆他永远都立在了那个中文说唱的 top 上面。对，我感觉狗哥刚才最后也是热泪盈眶，也是激动。这首歌真的，狗哥做到了艺术家整个的氛围。狗哥，让工作人员把衣服换一下好吧。不要，我不要换。耶！哦！那么有请盛宇回到舞台。哦！哇啊！这个抱抱太……在投票之前，我想说。如果一种音乐形式需要一个传奇，它是 MC 哈豆。如果一个城市、一个组合需要一个传奇，它是 CSC C Block。我向两位艺术家、两位 rapper、两位 OG 致敬，也希望你们用手里这宝贵一票。向他们致敬。倒数计时20秒，投票开始。盛宇的舞台是很完美，整个人的台风、他的控场都达到了很顶尖的一个地位，是在拼尽全力来为这个舞台做最好的演出。我很 respect。盛宇今天的发挥，我觉得是。完全 OK， 没有问题。但是们都在舞台上，包括盛宇的挥洒的汗水代表我的城市，然后他的 flow 很完美，很帅，很会带动现场观众的氛围。其实想必盛宇心里没有想过要赢这狗吧，我想必整个说唱圈里面没有人敢跟他去对抗了吧。我觉得他那个现场真的是无敌，包括这首歌的意义，包括所有人去往他身上甩那个墨水之后，哗，那个大海报一拉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已经热泪盈眶了。狗哥今天的表演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，他做了一场非常实验、非常艺术性的一场秀，把我给震撼到了。狗哥那首歌太戳心窝子了，每一个有一点艺术梦想的人都会被那首歌触动的。然后今天我们听到了像狗哥这样的 OG， 他还在呐喊，很多我们在台下人都哭了，被这种最真诚的力量打动了。我觉得每个人在那幅画上看到的是自己。热狗，
投票已结束。狗哥，我是第一次真的在台下看见你这样子，我已经激动的，哦，因为我讲心里话，我作为狗哥的晚辈，我是，啊，加油！老兄加油！老兄别哭了，就。哇，狗哥那段真的是唱到心里，刚才有没有一点点泪意？有，我也有。其实我也有想一下，趁让老舅情绪缓和一下，我也讲一下，我希望这首歌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一颗种子，一点一滴做出一点改变，然后做出一种勇敢的去争取，那我相信会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好，希望也会有更年轻的 rapper 来接我的棒。哥一直他想说的东西是超脱这个比赛，在我前面能够走着这样的人，这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，而且我很愿意跟在狗哥后面去接他的麦克风，去跟他一起唱，跟他一起说，希望我们也可以继续努力，不要让大家失望，不让狗哥失望，也不让我们的后辈们失望。哦，那么我相信大家之后也一定会在所有 rapper 的歌声中继续找到该找到的力量和支持。现在让我们屏住呼吸，看一下这一轮两位联盟发起人的票数是。我觉得狗哥这一轮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样，不愧是榜样，所以我今天什么比分都可以接受。我非常想要在这个时候这个舞台留下这首歌，这首歌只要我唱就是赢。 MC 哈豆以103票战胜剩余，恭喜 MC 哈豆。